讲到阿扁的代志吼，阿咧家己一个足孤单的吼，人迄只马英九吼，人安尼到即马薪水真悬啊，四界逍遥。灾难啊来问刘兆玄，刘兆玄讲，我已经准备好2000个丝带，丝带就第四人迄啦，唔是要去救人呢？但是第一时间点，人要50架的这个啊，做这个美军的直升机吼，要派海军陆战队吼，要去小林村咯、哦，迄洪洪大水吼，人因嘛要用陆战队怎跳落来底吼，较紧把遐要淹死遐人赶紧救出来，去防拒绝啦，哦，啊，即马直直退退哦，夏立言这算小卒啦，啊，即马到尾啊查出来，原来是苏起的。啊！即马阁查起来，原来就是外交部长。啊！即马阁查起来，原来就是迄只马啊！啊！迄只马的老板就中国啦。啊！中国讲无应准啦。啊！啊！这个代志吼，啊！大家看看咧，这个代志，大家拢无注意吼。啊！扁啊，无钱呢，伊即马捐100万，迄嘛硬借的。我甲看吼，伊是先甲即个民间的即个好朋友吼，先借钱讲，诶，你甲欠100万。来救个赈灾安尼啦，吼、哦！人喺伫内底安尼艰苦到要死吼、哦，人伊嘛欠100万，啊！国民党当选捐偌济？啊，无啊！所以吼、哦，咱遮诶有心诶，咱遮诶台湾国乡亲吼，咱爱认真吼、哦。那讲咱都遮诶少是较鼓励少年啊啦，甲阿扁也鼓励，吼、哦。啊，写批去给伊，哦，啊，你看咱的这个大地网站，哦，啊，就会了解讲咱批是安怎写，哦。